老师，紧接着是王耀祥的问题哈。穿的这裤管呢，一直在流血，要安怎嘞？规排拢是这种情形。那是讲下一届，那是趁讲这种情形的时阵，下一届是不是还可以当搁进裤管？啊，如果那是用的，到底是要安怎处理？啊，那是未用的，是不是进别行的这动作物？你这种一个翘尾哈，这种大概是咱爱小知影者哈，这个大概是。啊，那你讲的，伊讲去，你讲流尾，我讲翘尾哦，就是伊迄个顶呢，对，那你就很明显翘起来啊、哦。那么这种这含西瓜同款哦，就是讲你那是看到伊迄个尾啊，尾溜翘翘啊，那么这种呢就歹扎哦。这种通常伊是一个这个病毒病的一个，就是这种这个特征啦、啊、哈、哦，这物件通常是安尼哈，所以。这个要稍来注意一下，那么要怎么预防这个病毒啊？哈，就第一呢，当然就是讲摘下的时阵哈，那么伊就爱过好势哈，这唔通着这个唔通去会感染着哈。这个有时候你讲归讲，然后拢你咧讲哈，这个很难的哈，这确实是相当的一个困难哈。这要讲拢无有，这个大概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哈。那么所以呢，咱有时啊，就是讲拄到这个伊个尾流会干呢翘翘啊。那么这款呢，这通常是一个病毒病，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啊，这种象征哈、哦。这伫西瓜内底是真侪啊，也安尼翘尾哈、哦。那么这个病毒病通常就是讲伊这个有算是简单讲哈、哦，就是讲是这个昆虫，最主要是昆虫。当然，机械传染这个也是会。所谓机械传染就是讲，咱去甲黏掉，而且一般通常会伴随着这种哟，这个鸟叶了哈，这个回鸟这种的哈，这个叶子呢也安尼回鸟啊，真容易出现着这款的这个情形，所以这个小来改，这个注意着哈，所以这个新叶这样的翘翘这种的，那么有时候哈，这个伊那是第四。并讲伊得这个病毒吧，吼，这鸡啊，吼，鸡啊得病毒了呢，伊也有足侪种的，对吧？吼，这有足侪种的，这病毒当时啊，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，甚至四种以上的这个病毒，那么来改这个发生，吼啊，所以这些在啊时阵都种类细长，迄阵得爱控制要好些，吼，所以呢，那么咱伫这种病毒的防治的这个重点吼，当然就是讲第一啦吼啊，比如讲像咱之前有一个绿斑驳病毒啊，是啥物款鬼啊这种吼，伊嘛是原来感官会翘背吼这种。那么第一就是讲尽量减少这个连坐，这个、连坐真正是会影响的。比如讲你即马种明年个种啊，个后年个种吼，那么会啊，但是这物件就是靠你的一个平衡。比如讲啊，我种了啊，我把这园啊呢，吼，这个清我较清气的，就是清源的平衡之后较清气的，啊，就较白啦，就是会比较啊，无你这个网是内底你也当创啥，对吧？你较种是啊，你个种白种，可能就较白啦，无唔对啦。比如讲你个种苦瓜，一个真侪拢嘛是苦瓜一直种啊，种苦瓜啊，无得回瓜，无你网是内底要种啥物，你看对吧？对，那无种瓜啊类的，有诶讲我种一个啊梅弄敢有较好，就反正都是瓜类嘛，所以其实差无讲真济吼，差无讲真济，所以第一就是讲咱连坐当然是会当，但是这个卖挂，我跟你讲一水甲一水的这个中间该处理又好势，得爱甲处理又好势啊。那么这个虫那是一种飞鸟诶吼，我都去判断，但是这足难诶吼。这对我个人来讲，我认为讲这项代志上困难，就即讲啊，那病虫得爱甲抠掉啊，你都唔敢抠啊，不过就是迄个唔敢抠啊，迄个我抠袂落哦。即真正我家己咧种的时阵，常常出代志，都不能怪别人，拢是即个家己唔敢抠啦吼。所以，那么这款呢，这情形，所以即个爱小来可以，即个小注意者哦。所以大概呢。这款的这个就是讲可以的话哈，来当先以啊，这个
有看到啊，该该敲得爱个敲啊，但是这讲起来足简单嘞，你讲别人嘅拢足简单，家己咧做嘅时阵呢，啊，拢足困难嘞，吼、哦，这上起码不啊，家己呢的做会到，吼、哦，所以其实我都不敢说啊，因为真正我即只考北瑞吼，就是那个真正是考北瑞吼，就是有这个啊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哈、哦，这些物件哈，这所以是安尼哈。那所以这要需要注意哈，得、哦、讲、就是、尽量哈、哦，啊为咱咧整理的时阵哈，需要注意一下哈，哦、较认真看买啊者。所以有诶真厉害人，袂真买得迄个。但实际上，伫房室内底最主要的是蚜虫啊、哦，这个啊，细长的时阵分散啦，蚜虫所以涂骹底该压好迄长哦，一挂只诶许。有一挂这种诶，要安怎讲，叫做系统性的一个用药哈，这系统性的这个用药，并讲像这个赛素胺呐、啊、吼，是虾米款这种的情形啊？你该下一挂，那么下一挂，伊都袂得病吗？不会哈，他不会说不得病啊，但是呢，还会比较好一点点哈，就会稍微他喝几舒舒啦哈，那么伊都较袂掉嘛，好，所以呢，这种是。啊，这个爱小知影着吼，所以这底下好难听，就比如吼小啊小做者就再注意哈、哦，这个大概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啊、哦。那么有当时啊吼，这个像咱苦瓜吼，种苦瓜的时阵，常常拄着迄个啊，比如讲红蜘蛛吼，这个螨类一个这个危害，或者红蜘蛛的这危害，红蜘蛛的这危害，你要看买啊这吼，就是。这个爱看好势吼，这些物件呢，啊，有可能啦吼，有可能伊个这个发生着这款的这个、情形啊。有当时啊，你看起来啊，干嘛那种什么欠债欠债啊，是这上啊是嚣张啊，有时啊真的不是啦吼，就是讲伊诶，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问题吼、啊，就是真的吼、啊，就是。当地都会解决危害啊，但是这种跳不会解起来哈、哦，这个大概就比较问题就比较多了哈、哦，这应该对，当差不多是这个科规解决问题哈、哦，所以这个病毒病啊、哦，这啊爱小来改这注意啊，我讲去改喷什么物件会好起还是什么款哦，大概很难啦哈、哦，所以伊那是这个病毒哦，伊搬迄个叶子的拢无啥正常啊，跳不会啊。所以在这大体上呢，应该是病毒病的这问题。所以首先来先做这预防，啊，该靠的靠啦吼，这物件吼。所以那么这物件是安尼吼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咱咧种的时阵吼，比如讲像这个青黄啦吼，青黄这项工课吼，就是拢无物件啊，咱你的鸡啊啦，啥物吼，伊个网室内底呢，其实爱转药啊，好，就讲买扁啊，转的，啊，卷嘞，啊，甲收掉，这样呢较好一点。哦，就是讲这物件就卖给伊一水带过一水，哦，这个大概是咱来去注意的这个啊，这个、重点哈、哦。所以这个这是咱也是很困扰哈、哦。这物件进口龟嘛是这个，啊，一般是仔啊，你都爱注意哈、哦。就是反正呢，这个仔啊时阵，哦，伊若生长较好一点嘛，他应该。应该也比较不会啊，应该就较袂，就是讲伊对这个病毒呢较有迄个抗性哦。啊，你若无啦吼，就他就很容易吼，这物件的就容易呢来甲伊一直夹起来。所以这个是咱爱小心注意的这个所在。不过你这是有较严重效果，这个是不是仔啊种落，还是讲你仔啊呢还未种进前，放真久啦吼。这有当时啊。种嘞啊，无去加注意哈，啊，伊已经着这个病毒喂来喂去吼，啊，你种嘞了，佮拄着这个落雨环境无好，所以病毒的一个表现呢较严重，这爱小知影者吼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吼，所以这当吼咱就以前这种朋友呢，那么你小做者了解点吼，所以基本上是这款的这个情形，那么有时啊，这个也是挺难的，这个种得久哈，这个你也发现哈，有一挂代志哈，尤其一挂这个病害，比如讲像病毒病这个病毒这个无这个问题，较近哈，较近呢，其实我们都很
好、哦，很难去改变掉，好、哦，金盘一改变掉，好，那么这个很麻烦，好、哦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好、哦。